有一首歌，这个歌名叫时间都到哪里去了。那么我的时间呢，那显然是被工作占去了。对老百姓的事情啊，我想就是时时放心不下的。如林如履，夙夜在公，始终同人民在一起，为人民利益而奋斗。到你家开一下，好，累好累。到你家看看，跟儿子睡了。所以咱们到你家来看看啊，了解了解你们的生活，你看看啊，中央啊，看看党和政府啊，还能为我们这个山区的，这些老乡们啊，再能做些什么事情？你看他这个衣服还是，这是破了。见到你真的太幸福了。见到你我也很高兴。尝尝你的水啊。这苦吧。对，你看这都是吃的东西。啊，现在这个过年的东西都置办齐了吗？差不多了。想找一些啊，有代表性的看一看。有代表性的，现在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些生活水平不是那么高的。董书记来了。也是家里人吧？总书记派那么多官兵来谁救他？走出这个巨大的灾难带来的悲痛，克服困难，重建家园，我们迎来啊，未来美好的生活。还有他们，还有他们啊！这个政府机构，这是你家吗？这是我家。你贵姓啊？我姓李。你们平常就在山上都得靠走路上是吧？哦，那般是走的是吧？学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是吧？你如果在山上，将来这些长大了就不方便了。到这里来就这里就是学校了，将来这里就要学校。那就说其他的从自然从搬过来，这个是搬过来的。这个房子盖的还是很漂亮。盖的好，这就我的房子，我的老房子。拆掉了，你先拆掉就在这儿盖的这个啊。除了这个就拆掉它了。好过日子啊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请乡亲们，请我们的广大群众和党中央一起啊。撸起袖子加油干。这还是十四斤吧。这有水冲吗？这冲进厕所了，听到。以前呢这个整个村子还有一个厕所。这个是什么洗澡？是的，太阳能。现在呢就是愿意洗澡吧。愿意。现在有这个条件了，他就要洗了。这么多啊！这是粮仓的，满了没有？满了吧？这个满了的。又有米又有肉啊！这收的好，非常不错。慢点。哎，你也慢点。我来这里看看大家。坐飞机、坐火车、坐汽车，这个换了三种交通工具。谢谢你，我们见一见面，听你们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。我
看不到你们的这个真实面貌，但是呢，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。你们好，好，你们辛苦了。现在生活上还有什么？生活其实是好多嘞，生活才算好嘞，生活好嘞。现在都白面大米肉都得吃。就是现在不是说稀罕吃那个白面和猪肉了，是吧？啊，现在有时候这个五谷杂粮吃的还更好。真的讲明白了，看着你们很高兴，啊，你们生活好，我也很高兴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还不到十六岁，就从北京来到了陕西省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当农民，一干就是七年。乡亲们的生活啊，十分的困苦，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。我从那个时候我就说，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，我要从政。做一些为老百姓啊办好事的工作。无论多忙，都要抽时间到乡亲们中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党，就是为人民办这些事儿。看到人民的话，生活好起来了，富裕起来了，有钱花了，孩子们呢受到好的教育了，老人们呢医疗有保障了，我们就高兴。时代呼唤着我们，人民期待着我们，唯有矢志不渝，笃行不怠，方能不负时代，不负人民。